我我对 K 是个七十秒十分。冇食晏昼今日，因为上次 Miss 都讲到话今日会改正嘅，佢话今日改今日呢行改正嗱，如果改唔晒正嘅冇得食饭，要改晒先至可以食饭。咁最尾梗系冇人就冇人过到啦，不过其实基本上人过啦，不过冇得食饭，意思系改唔切啦。食唔到飯，改正都好難。上次我哋做咗新年功課，54分得個30分，有好多題錯嘅。咁於是我哋再，於是我哋改啊，講後屘我哋都係唔識嘅。跟然之後12:07打鐘食飯，走唔到，1:20先至放。咁梗係基本上你留低嘅話，有人喊。咁但係心諗誒，都係唔好喊啊，堅強啲啊！因為而家中午啦，要堅強啲嘅。即係其實基本上，我覺得如果我自己認為喊係解決唔到問題，加重負擔嘅只會。1:20先至搞掂，再加上係冇得小息嘅。喂，係有得小息嘅，不過。冇得食嘢，你最多就落去小小賣部買啲嘢食，咁但係都冇乜時間嘅，淨係可以落去拍家去廁所。跟然之後一上翻嚟之後，月到堂 Miss 就知道我哋冇食過嘢，所以就帶咗我哋去小賣部買嘢食。即係我基本上我都知道啦，其實咁樣做都幾離譜，不過基本上。對於 B 班嚟講係慣曬，因為 B 班永遠就俾人留得耐啲。唉，我都唔係第一次摸曬眼走。冇得食晏晝，我回想翻喺2017年嗰陣，呢、這個你唔可能執手嗰陣，嗰陣一點之前要去到呢個油塘港鐵站嗰個集合，11:00就要出嚟，因為你油塘好遠，油塘喺呢個新界東部嗰度。跟住，然之後翻到嚟之後，7:00先食 M 記。唉，真係次次冇得食晏晝，真係要捱餓。你如果你冇食夜晚嘅話，你捱到聽朝早餐得。因為如果唔食嘢，會影響健康。佢咁啱就喺我哋度做索途，中有咩智障大使做
專輯，跟住又播歌，播一個咩我的驕傲，跟住又播唔知咩歌自己創。跟住我心諗靜啲啦，人哋做緊 show 都好猛震啊！如果再加嗰啲歌聽嘅話，基本上係才百上加斤。唉，其實呢次都係第一次，其實基本上我哋如果習慣耐啲，應該都係唔習慣。你試下嘛，七十時冇咩，每次都係十二點七放飯。而家一點四先至放飯，你介意啊？冇得食飯喎。於是咪即係落去食嘢咯，但係落去冇嘢食嘅，啲嘢都賣曬啦。跟住基本上真係想爆粗，我好撚肚餓，唔好同我講嘢，真係好肚餓。雖然我早餐即係食咗個糯米雞，不過都係肚餓嘅。我都嘗試聽歌係分散注意力嘅，不過都見仁見智都係。